朱毅先生代表，大家新年恭喜恭喜，金兔年金兔啊，新春大吉，大家平安大赚钱。在此要来向诸位介绍一个真有灵验的好消息，也就是咱正统农历年新无庙，每年春节期间都有举办一项非常庄严的仪式，来和十方神仙过九品莲花消灾发气的庆会。本庙西天四座以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有法无边无光普照，来度化众生，消除业障，气复前身，使大家会当元神共灿，心体健康，学生智慧慧眼，学业领先，金榜题名，事业家生意兴隆，上班族以及做官的民意代表拢会步步高升，中不食延年益寿。欢迎诸位神仙大德踊跃共享盛世，东莫新秋，顺祝诸位新春快乐，旅途愉快，贵人合家平安，金兔年行大运，大家有支持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